The Philippine Kyangsu and Chekyang Alumni Association held its 22nd Officers Induction Ceremony. 吕飞苏浙校友会举行第22届职员就职典礼。2023年11月12日中午，吕飞苏浙校友会假作东海皇宫酒家，隆重举行第22届理事会职员就职典礼，飞华友好团体嘉宾代表等应邀出席典礼仪式。柯文锦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，他感谢理事们的全力支持，使其能顺利完成任内工作。如今身任会监，他承诺将一如既往为服务校友会竭尽所能，尽心辅佐新届会长施润玉开展会务，希望在各位认真负责的领导下，该会未来发展可期。香港苏浙小学校长王宝明担任监事员，见证印信移交并训会。新届会长施润玉在致辞中表示，自己承蒙校友们委以重任，虽惶恐但有信心，历届学长们已为后来者铺下平坦的道路，希望校友们同心同德，秉承苏浙精神，不忘初心，贯彻苏浙优良传统，在苏浙之光照耀下携手前进，回馈母校，以达师友厚望。香港苏浙小学校友会会长裘慧杰、吕飞福建中学校友会后任理事长黄荣辉先后致辞，期间颁赠纪念牌于大会主席柯文锦、监事员王宝明校长。副会长林景恒致谢词，王俊强、蔡丽书担任大会司仪，并介绍主宾席宾主。典礼仪式之后，进行了聚餐、祝酒、抽奖以及娱乐活动。新闻台综合报道。